四房。四房。大中小的。有福的吗？我们这边那边是三房。哎，对，三房，对。我们这四房。啊，像我们家就分到这。圣区的。哎，对。它应该有分。它有分四房、三房。跟有两房。没有两房，只是三房，三房这方面小，有大平跟小平跟小平这样子。哦，再讲两这样。上一任那个旅长，他跟学校去接洽，我们家学校好像说没有，他不放了，不放了，然后就搬过来这边来放。而且我们是千村的，千村的，就是本来我们家住龙岗。然后迁，就是他那个眷村，把它卖给建商，然后那个叫搬到别的村里面去啊。哦，这样啊。反攻大陆，对，结果一天等过一天。那就机会已经错失掉了啦。对，因为他们也是渐渐会发达。对啊，哦，他那边像我之前在金门待过，干林场之后。当时从金门可以看对岸，比较啊，那你是在小金门吗？大金门啊，大金门啊，一样看到厦门啊。哦，对啊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就退伍了。我是因为在那边干连长啊。就是虽然比较远，但是还是可以看，看得到。也看得到，你听好了。你听好话，你就成功大学。